女人对你动了情，难逃五个表现，很准。女人最难掩饰的是情，女人一旦对你动情，见者常含情脉脉，没见着必失魂落魄。所谓唯以消得人憔悴，是女人动情后直接的表现。碰到真心对待自己的女人，男人不可一无所知，更不可无动于衷。该珍惜的时候一定要珍惜，若是对她没意思，就该早日说明，以免对方苦等一场。一，你俩分开，她时常主动跟你联系，她怕无情，亦怕有情，有了感情就有了牵挂，这种牵挂让她一天比一天失魂落魄。她舍不得跟你分开，若是分开，她必然会对你牵肠挂肚，也顾不上女人矜持了。时常主动跟你联系，跟你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事，也只是想听听你声音，知道你一切安好，他便安心了。玲珑骨质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你们分开后，这是他最真切的感受。二，在你眼前很主动，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在一起他不断的主动，经常主动联系你，很快回你信息，打电话联系你，总是有种被他黏住的感觉。早知道女人一般都是很清高的，一旦她主动联系你，是对你有好感。假如她不睬你，那你真的没戏。关于厌恶的汉子，女人经常是不会理睬的，以至于会拉黑。假如你身边的女人对你很主动，那是真的在意你，对你动真情了。三，跟你什么话都说，连心理期都愿通知你。女人爱你入骨，会对你倾尽一切，或跟你无话不说，甚至都跟你说，就连心理期等秘密之事都情愿跟你说，这标明她对你意义，亦或是表明你掌握时机。这话女人普通只对丈夫讲，可见她没有把你当外人。